那现在看看班位，班位怎么选择？这边的话，大概率要是拿雕刻家。天王搬三个，到底搬不搬祭司？一个问号。前锋呢？那就放祭司。把祭司放了。嗯，放祭司。觉得你祭司我能追。对，这人就能追，稍微刷祭司秒了。突破轮也按掉，那这个祭司要抢。反正祭司佣兵，祭司佣兵。对。然后后手东城可以搬病患，病患或者有没有可能祭司昆虫？哦，佣兵。那救人的话可能有风险，所以他最终还选择佣兵。那这个昆虫我是要按的呀，这个虫我不能放给你吧？昆虫病患，昆虫病患二选一，心理，心理昆虫病患心理，哦，搬心理想打红，红不怕不怕那个不怕这个祭司，但是你要赢的话，说实话红夫人还是不行，是这个道理，是这个道理，难道？这边昆虫是必抢的，应该不会犹豫了。就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假装打红粉，让你选不选昆虫啊？然后我再反手拿个雕刻家。对对对对对，赌，这也是在赌，好赌，在骗。但是我觉得不可能骗得到的。狼队长很扎实，狼队长不会搞点花里胡哨的，就是昆虫加病患。那这样的话，东选导致他不得不去选红粉了呀、嗯。你这个有昆虫的情况下，你能掏什么呢？掏个雕刻家亏，硬掏雕刻家嘛，回账。红蝶可以追两个人，讲到底哦，这张地图。病患昆虫有没有这说法呢？但是红叫它的红蝶其实不在一般，因为板太多了，我知道一般，但是还是选择打雕刻家，掏雕刻了，就是这一手是想骗一下，但是你没骗到狼队之后自己会陷入到一个 BP 的针对啊。对，如果他把这个昆虫一搬啊，接下来拿的证人应该是空军病患，对，应该是空军病患或者是新患，没有很多的差别，但是如果你把昆虫不搬心理学家的话，这昆虫拿出来对你雕刻家致命克制。狼队的昆虫可是很恐怖的呀，就是他们的昆虫是，嗯，就是不只是把你卡住那么，他能把你推很远，他对于小身位的把控跟拿捏做得很细致。对对对，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DOU5的昆虫那边是没有一个很大的收益的。对，但是这样地图中场那个虫一放，我不用控我都有收益了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嗯，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很大的风险在里面的。东选他自己不败选，那看看到底怎么样。反正我个人感觉啊，地图选择是没有优势的，然后在角色选上也是没有优势的。狼队这边的班选是做的比较的稳妥一点点，进入到游戏里面呢，就只能赌四号祭司了，就是只有这个赌点。你这个局你一定要求生者给你一点机会，对，不然的话你这个阵容连动打起来，牵制一个雕刻家太容易了。对对，你追谁都好，我进洞，进完洞就是虫。对，洞后面就一定会是虫，就这个中场我可以折磨到对什么呢，我折磨到你舞台机你一个人都抓不到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比较多挑战一点。是的，一定会是带闪现的，挽留底牌闪现，别无选择了，只能拿个闪现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他这把的话是没有选择带底牌，而选择带了张皇要速开二阶了，他想要速开二阶。对，但求生者这边我也很明确，所有人都牵制，除了佣兵之外就全部拉双弹，我二阶我佣兵能救的，没关系的。所以说这一局东城这一个选择可能就有点剑走偏锋了，底牌是最稳妥的。他毕竟要争分啊。他要争分，所以要快速出二阶，是这个道理。那么现在就比方面，本场比赛是由狼队强者对阵斗我的监管者，由解说哈皮九元奖为你带的艾妙实时赛况解说。四号最差的点，最差的点，最差的，而且左手边还是狮子的佣兵，佣兵右手边的话呢，是四八七，最差的点，最差的人，是的，祭司肯定是会在大房子那边的，如果你出去到祭司在鬼屋，这小木屋那边给你绕，是的，那小木屋绕了就回去大房子，这边昆虫也是看到了雕刻家的位置，结果选了传送东玄，那他是害怕被祭司打一个套路。反砖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这都骗到了。他是有个卡视角，就在这个位置卡视角，看到你砖了，卡视角了。我知道你，无论你视角，你没有我视角，反砖了。那这样的祭司溜起来了。这个位置的话要盲夹，但是很难中，而且有前面昆虫。昆虫这么近，昆虫一旦在里面，东玄一定会排小木屋里面的。是的，这个是个虫在这里，我就一定会排。而且虫已经被打掉一下了，对，再打一下就掉。对 对, 对，这个位置的话要想办法处理掉它。是的，盲夹。前面因为昆虫的一个移速加成，它躲雕像还是比较容易的。前
波前面这个位置要翻，有没有交？没加到，没加到。那这样子溜起来了，他这波传中落地，那要不要传中场呢？但是传中场的话也不好追啊。传中场的翻出来就是一个那个洞啊，主要是有洞。对啊，传中场就是一个洞啊。就是我利用中场来折磨你。那现在不进点了，我要拉空地。那空地都要等下波冲好，吃一刀然后进大房子，然后等下波冲好。这个走位很细，但是还是被夹到了。可以，终于看到刀了。来，前面左平地给一刀吃一刀就可以了。对于欢欢来说，还拉一波冲。这个还不想给，这一刀有点过分了。前面有没有洞呢？停一下，有洞，有洞的话能溜，但是没有洞。有，还是真的有，不过打到了，这一刀打到了。欢和左右摇摆是想要骗一下东玄，那这个位置东玄很难受，这个、要把斜角钻去了。对，不然的话会被那个重卡。前面的话还能拉开一些身位，这个局感觉三太机是能拖的。是的，那看看啊、哦，这昆虫怎么说？分享投过去，这你除非把他夹倒。好追啊，难受。就哪怕我是一个一加倒的状态，但是我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舒服的。是的，因为它的距离安全，没有视角，它实际上只能预判。预判这个东西不好说的。对，那你只能等你的雕像，然后再卡位，再拿到一刀十刀。这位置有没有刀？拿到了。那现在密码就还是三台了。三台半啊。他没有底牌的，他没有底牌，但是他有传送，也行吧。主要是节奏太慢了，还是。没有闪现的话，要吐手椅了，因为他现在二阶都没有，没有出去控场的能力。对，他可以这样子夹两下，合成石像，正好秒下来，这种情况，只有这种情况。但是狮子的巨人很稳。哎呦，被卡了一波视野，直接弹过去了，那这个人要扯了。狮子的佣兵真的是，坏了，很稳，很稳。这边的话被夹到两下还行，那还行，出二阶还好。对，还好，那还好，那还可以其实。但是他也不赚呢，一刀能打到吗？这波只要不双脑强者，这局密码机节奏是够了的。是的，这位置想要打个墙，难受啊！这二阶炸到了，炸到了。但是密码机这边差一整台肯定是能压得好，能够的，能够的。就只要救下来，要扛一下，扛一下就可以了。看这波怎么处理，就是你两个人救人还是两个人抢？你两个人抢，可能我救下来就够。对对对，但是如果选择两个人救人的话，有可能不够，有可能给东西打成。对，就要中场密码机亮了，就该过来了。嗯，看看啊，中场密码机亮了，该过来，然后让四八七单点。这边的话也为所欲为，肆无忌惮。四八七他一定你要抢点，你分场过来我一定要点，因为我这边有大洞，你根本不敢传送。是的，这边秒救吗？不能秒救啊！冰花卡屁股也在脸上，但是他没什么雕像，他卡屁股要卡着。哎，不能扯，不能扯，再卡，但是有问题，这样的话冰花等一下不能救了，不一定能救。但是佣兵十五秒倒不了呀，他十五秒最后一刻倒的时候可以扯呀，你想一下是不是？有道理，对吧？因为最后一秒扯就可以了，那没扯下来，打不到，没打到，那前面一反，哎呦，只能漫画。只能换挂东玄，但是你换挂我能秒扯，两个人一个有护腕，一个有钩锁。但是这样子的话，多少个状态其实也还行。这边要拉走，他们想让祭司来救，太稳了，太稳了吧？这也而且八七因为一个大洞，他直接贴到脸上了，太快了。位置还能直接交互动，哎呦，我惊呆了，这个配合。这个配合真不做人，教科书级别的换位。对对，这个换位是最优解，没有其他更好的解法了。是的，那这边的话想追佣兵，但是狮子手上还有道具。护腕呀！哇，好在这边没有地窖，地窖实在是好鸡蛋。手里面有个传送，但是门那边已经双边都在点。你敢交吗？这里两个病患，两个弓手的病患，哎、你敢交吗？这边还是个祭司，只能找祭司了。但是祭司没有地窖了，地窖啊！又来了吗？四八七地窖，第五教父这边传送，这边传送的不该堵，门开了没有？没有开，落地是个病患，有两个钩子勾了一个，勾了一个，前面炸到一下，他是一个一炸倒，果冻要操作一下，不然这个局还是留一个。对，不过他也难了，因为地窖在四号级，但是主要是我就给你留一个，我三跑你啊！哎，这边是骗视角，哇，他越想进洞，好远勾一个大洞，难道说这边只要躲掉雕像，洞穴粉甲收了没有雕像？不过洞的位置离门口还远，说他不钻，他不想钻洞，直到中场，他想要凭个人能力走到地窖口，这个距离很远啊，一万八千里，可是不现实吧？洞穴一个雕像就能留住他？反弹。有个反弹，距离继续拉近，但是东人说里面石像也好了，二阶不能空，这个位置一个石像补上一切的二阶，如果空了，躲掉了，哪里都掉躲掉了，没有掉下来，还有一个方向，能拉回来吗？前面出一刀，直接打地窖能发，这局地窖口漂亮，倒是倒了，但倒在地窖口啊，四出完了，这就是狼队啊，这太恐怖了。